这集传出金正恩如坐针毡。南韩媒体报道，中国方面正考虑出动战斗机在中国领土沿路护航，还提议金正恩先在福州进行飞机检修加油集气后再南下新加坡对决川普。美朝峰会即将到来，从警卫规模、交换核中礼物，再到特朗普和金正恩怎么握手等等，都牵动了世界的目光。川普和金正恩世纪相见的这一刻，两人将会有什么互动？金正恩会像见南韩总统文在寅时当场上演爱的抱抱吗？或者是否将比照五月接见美国国务卿庞佩奥时笑容可掬大方握手？不过和川普握手可得小心这死亡之握。安倍手背握了19秒，白眼翻到天边。川普特殊的握手习惯闻名全球，又是拉扯又是拍打，加拿大总理等多国领导都曾领教过。法国总统马克宏访问期间至少跟川普握了29次手，双手肿胀发红。金正恩准备好了吗？第二道关卡的大合照，身高目测只有167公分的金正恩，几乎可说是全世界主要国家最矮小领导人。和文在寅并肩而行时，就被怀疑应该有偷穿增高鞋。如果跟身高直逼190公分的川普排排站，可能会不小心演起魔戒，演变成巫师和哈比人的会面，让外界臆测金正恩可能为了减少身高差，在川金会塞鞋垫登场。东西方两大狂人世纪首会，举手投足都将耐人寻味。三立新闻高宁综合报道。